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身哈，那这个身要修不大容易耶。有没有人生过病？有没有人生过病？大病小病都是会病的啦。那这个病给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当你生病的时候，心态放在哪里？你的心放在哪里？我们要修身，一定是会，读到身为脆的时候。但是凡夫哦，他尽量就是要避免那个身遭受到任何的威胁。所以呢，这个身的保护是去生我执。身贱，萨迦耶贱，不好修。我们先概念式的来了解身对于促成，然后我们身一般性啊，先对身啊，身是触觉器官，它就是皮肤，人是不是一层皮把你包着？爱。你爱这个男人，爱这个女人，你爱他什么？第一，先爱他那层皮，对不对？相处之后，才用他的精神来探索你跟他相处的定义嘛。最后，你是爱他那层皮，还是爱他的性格，爱他的精神？啊？他那层皮不过就是精神的另外一个象征，假名嘛，就是那层皮，他长那个样子，他的代号叫张某某、李某某，文字像啊，对不对？你现在嫁一个你很喜欢很喜欢的人，或者你娶一个天下的美女，最后你很后悔，不是因为他那层皮老了，是因为他的精神。原来性格是这样，原来味如嚼蜡，原来是个萝卜，结果你就不一样啊！他那层皮再漂亮都没有用，可是人却爱这个皮，你自己就很爱这个皮。是不是自己爱这个皮？白一点，嫩一点，胖瘦刚好，高矮适中，存在的价值跟定义。所以这个身啊，如果指这个身体跟肉体而言，它不过就是地水火风的组织，用一整皮把它包起来。然后我们的身能够。直接产生就是触，对不对？生命是活在触里面的哦。我们上次讲啊，你的生命是不是活在味道中嘛？上个礼拜就讲到味道嘛，所有一切都有味道的。今天讲到你生存必要，还要靠外界的四大跟你交流与沟通嘛。那再来讲，既然是。欲界的众生，我们的色执身是不是留存的有触？那个触啊，人与无情的四大中间的触，本来就是无是非的在交流，不管你吃也是一样啊，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你足与地是不是有接触？身与衣有接触，交地物品是不是有接触？生活跟物件当中是不是都是接触？一个是适当距离的接触，一个是直接的接触。你跟床就直接接触，你跟屋子它就是一个距离上的接触，你不用靠着墙壁嘛。可是它是不是也是你一种触？那你不能够在空中凌空嘛，而行嘛，所以你是不是跟地有接触？你跟衣有接触？出生的地六入啊，我们这个器官完成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触。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母亲这个胎胞里面啊，是不是也是畜，直接或间接的畜？几代是直接畜嘛，羊水是间接畜嘛，跟其他器官的间接畜。出生之后是不是就跟世界直接畜，跟父母亲直接畜？父母亲要拥抱，要保护你，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畜发展出关系法。这个畜有关系的时候，就有很多法在里面了、啊。那我们再讲啊，我们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结构起来这个身，这个身啊，对于这个畜尘，就是你所畜的这些东西，它有比较强烈的身受的时候，比较强烈的身受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定义，就是自身觉受的解读，就是跟个人的敏感度、敏感程度不同而千差万别。但你只要感受到强烈的感受，你就会自然保护它，你就会要保护这个肉体。当你保护达成，保护达成，或让自己愉悦，或让自己不愉悦，这里面愉悦的程度多还是不愉悦的程度多？嗯，这顺逆里面延展出来福报、业报说，对不对？当你愉悦的程度，所有的条件都吻合，是不是叫福报？当你不愉悦，有违逆的情形，是不是叫业报？所以世尊对这块是不是给我们解释很明白？他跟你讲啦，福报跟业报都是自己所造诸恶业，自己过去所造嘛，所以你要照单全收。不管你这个身的强烈感受这些东西呢，你没有诉求的对象，因为那对象是自己。你不要往外去诉求外界的对象免除你身体的觉受，或是追求身体的觉受。如果你停留在要追求外界来满足于自己的觉受，那就是贪欲。如果你想要免除这个觉受而不能达到，那就会嗔恚，因为你弄不明白，所以是愚痴。所以这个身的强烈感受就衍生出我们很多佛法的定义。这里面呢，一连串你都不教育他什么，你就让他身体有不一样的感受，刺激他有不一样的感受，他还是内心对于这些东西有了辨别，内心也会区隔出喜欢不喜欢，他会自然落入贪嗔痴，因为真实的道理不懂，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因为你出生的时候，第一个畜母亲的爱抚，他的保护，所有的一切的供给条件，家人围绕，所以世间相里面的畜，它是有所谓程度上的，每个人程度上的定义哦。世间相里面的畜是依关系法而排列的。当这个关系法发展出人跟人的畜的范围来定义它的关系法，父母跟子女、夫跟妻、朋友，是不是有一个认定畜的标准？这个超越这个认定标准的范围跟程度，就会形成定义错乱。如果父跟女行淫，母跟子行淫，夫跟朋友行淫，妻跟朋友行淫，是不是就错乱定义？所以这个畜是不是很多定义在里面？知道意思吗？不足的畜也会定义成不圆满。你是一个小孩，你爸爸妈妈从小都没抱你，你会怎样？你会解释他们都不爱我，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如同孩儿缺乏父母的照顾，夫妻不履行义务，
掌上未尽照料之责，这属于行住坐卧间的定义哦，对不对？所以佛陀对于处这上面怎么教导我们，怎么解决？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对处的定义跟办法是不一样的。在第一个阶段，世尊教导我们把处全部隔离，保持距离。你知道比丘你要拿东西给比丘，比丘要拿比丘你东西要怎么拿吗？知道吗？比如你是比丘啊，我是比丘尼啊，这个打火机要给你的，他就会这样滑过来拿了，用第三个戒指把这个传递过去，不能摸到他。物品都这样，如果男众跟男众，就是男众给男众，比如这是一个物品供养法师，他可以从这头接，但是不要触到你啊。所以我们超越怎么超越处？如果我们用概念式的超越处，我一切不执着，然后这里我平等来看，其实这话是有问题的。你没有经过一隔离，你对处是永远在的呢。你对处是永远在的，你说这多残忍啊，我怎么办啊？所以老实说，生根生见不好修是真的，是真的，修过的人知道真的不好修，因为那个记忆带存在你生命第一个点就是处啊。第一个是不是有情感的通通先隔离，第二个层次无情感依附的关系之下，你平等非个别目的这样去协助众生。比如有一个小孩要跌倒，你会怎么样？他没有情感依附啊，你会不会一个箭步把他扶起来？一个老人一个踉跄要跌倒或要过街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他手带他过街？会不会？是不是完全无情感依附下的亲近协助？这个定义叫慈悲，这样的行为叫菩萨行，是不是定义不一样啦？那我们说处怎么办？这个是身啊，可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身上面，眼耳鼻舌都放在这个身，然后用一层皮包装了这些窗户，这是不是一个一个窗户？然后心意识在里面呢，探讨了这个窗户今天飘进来什么东西，是不是？飘过一个物质，这个窗户，飘来的味道，这个窗户，塞进来一些东西，这个窗户，是不是就是门户？然后在这里面呢，追索的，然后让自己移动，移动，去寻找更多更多，来让这个窗户充满了不一样的现象。凡夫就要做这个动作，这样有介意吗？凡夫就是做这个动作啊，这就是生根。如果我们抽象广义来讲，处刚刚就是站在这个窗户啊，心意是在里面窗户啊，在追这些东西啊。那如果碰触到了，是不是又是对这层皮这个存在的非常非常的定义啊，就是我。所以二乘人呢，厌患此身，因为这五根共同组成这个身根，
个别或是分开，他都太需要了来支持自己存在。所以这生根好不好修？不好修啊，怎么下手？真难啊。所以世尊叫我们舍身，可是他不是叫我们自杀，世尊叫我们这些啊，这些尘啊，这叫客尘。那每一个窗户进来的东西，是不是就叫客尘？那我们六根对六尘，现在就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都在讲这个尘？这个法就是尘，定义出来的东西呀、啊。那我们世尊就在讲啊，你只认这个客尘虚幻了，那你的心不用站在窗口，想要心外求法，那你的身呢？要让这个身。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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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任何可能的接触，任何可能的触，所以他叫你自视化的，自视化的随遇而安，在里面很简单的生活模式，然后隔离可能产生接触跟这个身接触的任何因缘跟关系，保持距离。所以比丘比丘尼就是触没有，没有淫这回事，不是正淫跟邪淫，怎么分野的淫，就是没有淫。他要让你从这上面的记忆去认知你习气的内容，跟你生命存续这个身的探索、记忆跟任何的觉受。触境有地水火风滑性色性重性轻性冷饥渴十一种，这都是身体产生出来的觉受嘛，对不对？所以生命里面如果能修清净的泛恨，是很大的福报呢，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想啊，以后都不是这样啊。生命里就是要饱满了拥有某些合理性的处，来建构起幸福的感觉。这是凡夫，这是凡夫之说。进入修行之后不这样读呢，他并不这样读呢。那你说好，我们谈到要舍这个身，没有法门不行的啦，同学。你没有法门不可能舍身的啦。能够舍这个身是因为进入法门的定境才有可能舍这个身啊。依法门而入清净法性中，体会自然你进入定境，世间的有漏定境会让你忘我，是不是讲忘我？这就忘我啦。出世间的真正进入定境的修持，无身跟六根的世俗存在，禅修的人可能就了解啦，那是一个三昧啊进入的状态，但是还不是成就哦，那个只是中间的经验，可不可能办到？可能，你没有法门办不到。法门太多了，这里不介绍法门的，因为你进入法性中，
你进入法性中，这个色身的意识，这个色身的意识才可能抛掉。所以要进入到超越世俗存在这个身，到出世间无身的存在觉受，进而可以跳开身的觉受跟意识，就是法门里面的定，就是戒定慧里面的定。你没有经过定，然后直接说我都没入到，嘿，你讲个外行的听，人听有啦。你讲个修过人知，听伊知影。这是嘴皮在讲。所以啊，定的功夫，为什么可能会舍身？因为极大且唯一的精神意义而忘却这个身，有可能就是世俗相，比如救人跟救火。当你要救人，这个是有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哦，是精神意义的存在，所以忘却这个身。你为了要救人，不管他谁，因为你跟他有精神的定义，他是你儿子，他是你孙子，他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者，或是你慈悲的。可以去，只要他是人，那你都愿意去救他，是不是有精神定义？那我们要舍身啊，就是身的觉受，各种的爱恋，除了世尊所教的法门，没有第二种办法，也就是要有定的功夫。这个定的功夫啊，当然要进入。定有不同的修持的办法，是用静态的呢，还是动态的，或是把这个精神层次用分离的方式，都可达到对于身的漠视，也就是忽略它。但这些能不能达到毕竟解脱，里面就有邪正之分了。如果你用所谓身心分离法，那最后的答案可能着在某一种心的境界，而这个心的境界能不能达到正等正觉是不一定的。如果它不行，那么就入无色界而已啊。所以这上面我们必须有一些正知见。那这里谈到所谓法门的使用，舍身要基本上把这些苦受强烈的，不管是哪一种的感受，先抽拔掉，必须置心一处，就是这样。而且世尊告诉我们，我们要切断身的意识传导，这上面你必须进入到某一种深深的定当中。那这个定让你忽略掉身体的觉受，那这些身体的觉受的读法强调的就是四大和合，它是缘起缘灭，它并不具备所谓可掌控的什么的道理。所以如果对于四大这上面你没有这个概念，你会一直掉到四大的相状中。所以这个佛法之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如幻的。这里谈到对这个身的修持，没有定不大可能超越，而且这个定还有正定邪定之分。那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这个色身啊，知道这是虚幻啊，不坚固。但是呢，我事实上还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就要保留借假修真的定义。如果你没有保留借假修真的定义，你会否认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修行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上次有谈到两种人病，一不好，一个是断灭种性，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杂染贪欲太重的。这上面的定义其实每个人你慢慢去看到你对身体的解释，就会知道确实自己有哪部分的瓶颈。那佛法里面心色二法，它讲的是它是一体两面，它并不是只说心法然后色法让你入断灭。如果只归属说这一切都是心法，那么存在所有的一切就非常非常的虚假，那又何来谈实相呢？所以保留借假修真的定义是发现，纵使你自心一处，智慧未现前，你生命在行住坐卧当中，你还是依然看到它飘荡的烦恼性，这就是心呢、啊。依然看到你必须有所谓物质界的交流赖以存活，所以这个上面你就要知道，我法性身呢，就法身未证得，这个色身呢，能够超越它给自己的这种限制。保留借假修真的定义对于修行人是重要的。常常我们会有一些偏差的言辞，比如看到别人对色身的执着，都会告诉他什么：“哎呀，肉体是假的啦，死了换个这个换件衣裳，这臭皮囊谁要？”就是针对破这个执着，是针对破这个执着。那如果他概念里面并没有法身的概念，没有自己具备如佛、具足如佛的这种清净觉性，没有这个概念，那么他会一致的把这样的念头放到所有一切里面，这个又进入了断灭的代理。所以保留借假修真，但是这个真是什么？这个真又是不可掌握，不是意识形态的真，那当然就是下一支意对法啦，对不对？再讲到对于这个身的执着或身的破除里面，还要让自己知道不要入断灭，不以为苦，不是为了灭身而修行。修行不是为了灭身，这上面就要懂得它空跟妙有其实并没有差异。我们看呢，佛身跟菩萨身的意义，四大组合缘起缘灭之间，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不是这个四大为唯一，不否认这个色身它的作用性，更了解这个色身是不坚固的，对不对？是不坚固的。真正的所谓毕竟成佛，不是指这个色身。所以佛跟菩萨他对于四大是完全明白而不执着，所以会有此末彼现，它能够变化万千。那众生，你看，我们只要有任何一念在，对这个身的执着，这个执着性的强烈，是因物种不同，因众生不同而不同。有的人对于痛的敏感性很高，对痛反应很强烈；有的人对痛反应不高，但是他可能对于其他的某一种威胁到生命存在的
那种威胁感很在意，所以它存在跟非存在是以什么来定义它，还各个不同。你看修行人很多有比较特殊的疾病，有的是心啊，有的是肝啊，不管哪一个器官都可以有病。他如何去解读这个器官跟他的关系？他会去做合理的所谓医疗，或是用内心理去抵制这个病，这是两个不一样心态，没有什么对跟错，那个是一个过程。当你要忽略它的时候，你是合理的处理它，还是都不要管它？这有两种理论。有的人是你都不要想它的存在，把它当成不存在，有的时候是鼓励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过度在意，所以他跟你讲你把它当成不存在，去降低你对于这个器官这个脏器的执着跟恐惧心。但如果你对它都不存在，但它的病相依然现前的时候，是不是再来会有一派理论，你也必须合理的处理它，与它同存，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建设？其实这个上面没有办法有真正指导原则，这个就是从有要跟你讲空，然后跟你讲你要合理处理它，是不是就又是跳到另外一个超越的无，然后告诉你啊，你有处理了就随缘吧，然后呢把你的心安住正念当中。所以纵使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依然自在。谈到的是毕竟空的意涵。那这修行这上面只能给同学做这样子的这个参考，因为我们呢依法门来进入清净的法性当中，但这个身呢，这个身它又那么强烈的，那么强烈的让你去感受到你精神存在，因为你必须依附这个身而去运作你的精神，你不能不张开眼睛，你不可能不使用呼吸，就是鼻去呼吸，你不可能不使用嘴巴去进食，你也不可能不使用它来做沟通。所以说要舍这个身，其实回归六根都得同时修，它并不是很单纯的我进入定之后，那我这个身就可以舍掉，不是耶，它必须你起身之后，这是在修持时，法门修持时它能够达到这个，当这个定的功夫能够一贯的平均的在你起身之后行住坐卧当中都维持这样的一个定境，并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必须有行为上的，你必须有工作的需要，而这些又涉及到你另外的眼耳鼻舌，所以这个眼耳鼻舌又得同时修。那我们现在是一根一根把它拆开回来告诉各位同学，还是得合并，所以生根生见它跟前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前面的你得参考，你会发现你从眼耳鼻舌慢慢修持的时候，它降低了它对世界的这种有执受，有执的受的强烈度之后，你这个身自然也降低。那你如果光修这个身的觉受降低，它只能维持在定境中，也就是法门使用中。当你在打开看世界跟世界互动的时候，其他的根又浮出来，它的敏锐性。
所以像这种六根的修持，谈到哪一根都可破除，这个是大德讲的，是没有错。你每一根都可从那里去证得空性，依那个模式，因为那一根的修持一定动到一根，一定会动到一根。那当你一整体上，那是一整个心法。当你一根的认知这个上面破除之后，你生根上面的根根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它就可以整理完毕。那这里在跟同学介绍到身法二身，也就是我们有肉体的这个身，还有精神的这个身。小乘，这是经论里面讲的，这个就是声闻乘，他们看到的佛陀是身在王宫，而这个色执身，这个叫身身。因为修持戒定慧，所以得无漏功德身，这叫法身。这个是声闻乘的定义，所以他把身身跟法身是分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你会看到你自己所谓业障业报的这个身，对不对？凡夫是因为业报而感得这个身嘛，所以凡夫是不是把身身跟法身两个拆开来看？然后菩萨呢，是借这个身身来修行，想要证法身。那佛呢，他的身身其实是为显法身而存在的，所以他是应化。那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佛有两种身，一者法性身，二者父母身身。这个法性身满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色相端正，相好庄严，无量光明，无量音声，听法众意满虚空，常出种种身，种种名号，种种身处，种种方便度众生，常睹一切，无须臾习时。这个是在讲法身，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物质上的挂障碍，也没有精神层次的烦恼相，完全是明白的、透彻的。那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还是必须借这个身身来修法身，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佛告诉我们的是，身身也就是这个色执身跟法身，它是合在一起，就是以物质呈现叫身身，以精神它的完整叫法身。那我们以业报的感受，是业报是身身，所以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就前面所讲所有的办法，是不是就要舍这个身身去看到法身？那能舍吗？能舍吗？这个能不能由每个人自己回答？能不能舍自己回答？那我们受罪报的人，其实就是身身，可是我们却礼及佛，我们却有佛性。这个时候，就是要由这个上面去修行。所以这个身见啊，必须经过极强烈的因缘跟极努力的方式，才可能去忽略它。上次有提到，当然这是经论里面讲的，修行你要证得毕竟解脱，它有四魔：烦恼魔、五阴魔、天魔跟死魔。哪一魔不好过？其实每一魔都不好过。你烦恼魔一个现前呢，现前的意识心结构环境里面的自我定论出来的时候，就有烦恼了。当你要运作你生命这个主体，你的所有权，你生命的所有权的存在的时候，
你认知这个所有权是你的，你就有五蕴，你就有五蕴，所以有五阴魔，对不对？那你说天魔，天魔就是当你烦恼魔跟五阴魔处理的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产生天魔。而死魔呢，却是考核你能不能脱掉业报身。没有在死魔现前的时候，死亡的这个当下，你不知道你那种烦恼五阴跟对于身体的执迷能不能过得了关。所以大家不用很自以为傲，当然也不用很哀伤的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修行人，你就好好修，你就好好修，在你破除五阴魔跟烦恼魔的同时，可能就有机会啊，就有机会会呈现一个很大的裂缝，也就是身体跟你意识层次拨开的那个觉受。那那个机缘的现前，把它看成是业，或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模考，就是每个人的立论。有的人在这所谓的千钧一发之间，也就是那个濒临死亡的时候，他看到原来他的修行是微脆的，是微脆的，因为他整个人会被他死亡的恐惧跟对肉体的意识那个感受给拉回到你的现场。修行啊，如果是那种快速的一个刹那之间的意外，在这个意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措手不及去准备啊，是不是措手不及去准备那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时候，如果经验过空的人，体证过空的人，他还有机会去维持，去维持在法门中或是空的体会。如果是完全没有的人，其实比较危险，真的比较危险，几乎都会倒的。所以同学平常的练习，是对于有所有一切万般皆有，在你的概念里，这样的一个一种执着啊，要借由很多的法门的练习，佛法的知见，去真正体会那个空性。那这里讲到啊，疾病有的时候它有两种，一种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是渐次性的疾病。那修行人他会呈现渐次性的疾病还是极大的考核，这个跟自己累世所造有关系，对不对？但修行人都会有病呢，都会有病。其实四大本来就是这样嘛，四大它是地水火风啊，你比例上面就是会有它不均衡的时候。当你小有疾病的时候，你就好好观察，好好去看到你躁动的，你那个躁动的意识，你就会发现你对身根这个身跟这个处有多坚固。所以病也可以拿来修。如果是突如其来的病，你如何接受它而放下它？有一个大德啊，他修行还颇好的，到七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弟子讲，他就去看他的弟子绕一圈，就跟弟子讲，过来两三年，我拢师父拢无法度来看你，啊，你若要看我，
嘛困难。大家就问师傅讲：“师傅，你是要去倒闭关哟？”伊讲：“唔是，我伫要破病啊。”后来他就中风，没有三个月他就中风。他中风是不是？哎，这个法相全破了，不是人家都说庄严法相吗？开脚、开手，搁流嘴沫，害人服侍。然后经过了三年，这师父又好起来。大家就问他：“师父，你当时怎么知道你会生病？”师父说：“我知道啊，第一，我有业；第二，我爱我。”第三，应该要考核过，那我就不死。他讲的是法身啊，过我就不死，不过我就是死。修行人有没有这种勇气？有没有这种勇气？还是每天在想着不要病，不要病，不要病，诸佛菩萨慈悲加倍，好我拢卖破病。没有这回事。世尊是主动迎向那个最高的挑战，对不对？主动迎向那个最高的挑战。那凡夫呢，都是害怕于那样子的到来。修行人无奈，奈够这种业。解释不同而已啊，就是那个解释嘛。你用什么解释留给你？同学这样对身的修持有一点，有一点小小的自己的整理啦。二乘人厌患此身，菩萨呢不可以爱这个身。而是知道他不过是借假修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意。那这个意根呢，这个意根其实整个篇幅都跟意根有关嘛，一定得跟尘跟事结构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种种种的诸多法，对不对？那我们还是根据于经论的定义来了解这个意识。广义而言，每个人他所有的经验，从最基础的那种感觉，一直到可以思考，高度绵密逻辑的思考都包括在意识里面。所以统摄多种经验内容的作用就叫做意识。这样解释很简单。所以你能思能想能怎么样全部其实就是叫意识。那狭义的以经论来讲，狭义是在讲六识或八识中的第六识。那意识跟物质界、现象界在不同的理论之下它有不同的解释。以大乘佛法、大乘佛教，它强调这个物质是意识所现，所以物质就是意识的相，物质就是意识的相。大乘佛法它不是跟你讲只有意识，它讲这个心啊，连这个意识也是无自性，而这个物质，这个物质是生灭法，它也是幻象，
所以它不是强调于物质的存在，也不是强调于意识的存在，它是要让这个意识进化，而这个物质为实相。本基金会现阶段积极推动之会务为佛学讲座、念佛共修、禅修教导与实践身心灵健康教育，与辅导老病及临终关怀。另本会备有印可法师讲经弘法等课程之 DVD 光碟片及法宝免费结缘，联络电话04-2242-2002。敬请护持电视弘法，邮政划拨账号2271-8807，2271-8807。